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Hustler Casino Life 官方中文站解说员木头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近期 Hustler 直播的精彩牌局。那我们来看这手九九，结果大壮这牌不好意思啊，大哥，我走不了啊。大壮的 A 圈冷 call 三 B， 尼克辛说行，你俩一起来。但是这手牌并不是 Magic， 并不是九哥在发牌，翻牌55K。吴姐又表示认准我啊，我是五不是九，老板。那翻牌三塔又中了。尼克今天就一定要在三塔这里逆天改命。尼克打一枪，大壮的 A 圈都不走，三塔顶对，哎呦，你不走我也不走。那尼克这一枪被两家靠住，是不是他应该觉得至少有一家有 K 了吧？哦，转牌出九了。尼克说，哎呀，吴姐懂事儿呀，懂事儿，就要这张牌，发得好。我之前给你使的那些眼色真没白使。尼克准备在这手牌上报仇了，我们来看三塔这个顶对能不能给他全部支付满了。再转牌6500的底时，尼克下注2000，生怕对手跑，他的后手还有6000，只要三塔靠了转牌，合牌基本就跑不了了。这个牌三塔难道要跑吗？这个牌如果跑了，尼克更得气死了。哦，三塔喊出 all in， 尼克秒call秒秀。Cowboy. He's not gonna get it, Nick. I know how you. 尼克看到对手跟住之后，他跟对手说了一句：“你赢了，你赢了。”难道他已经知道合牌要发 K 了吗？这。太离谱了，这个晚上。尼克他说了一句 ：“You get it。”然后吴姐才发的牌。尼克当时是真的知道自己要没了，还是说想来一波毒奶自己？这牌只能说高进来了也得捐着。哈斯勒赶紧快拉警报吧 ！Warning！ 任何人不要和尼克对视，他的眼里都是火，小心被灼伤。麦凯斯问 Luda Open 多少钱？300行，先靠进来。翻牌336，麦凯自己中了三条三。那36最喜欢的那个人是大壮，这个牌如果说大壮进来了啊，这个牌面要小心一点。他最爱的手牌就是36。那我们来看多大的圈圈在翻牌圈，赶紧选择过牌控制。麦凯斯下注。麦凯斯的半池下注被卢达靠住 ，Dark Knight 这个牌在靠什么？八圈红桃，转牌一张红桃 A， 红桃 A 对于卢达来讲，可能是一张好牌，能够帮他省钱，因为对手听花有可能拼成顶对了，而且这个牌在卢达的视角里翻牌是一个多人底池，麦凯斯打了一枪，卢达靠 ，Dark Knight 也在靠。那 Dark Knight 是不是很有可能，或者说在 Luda 视角里，这两个人至少有一个人像是在买牌吧？而 Luda 现在夹在中间，麦凯斯在转牌去找价值，他在转牌打得很重。哦 ，Luda 还不走 ，Luda 就是不相信麦凯斯。那我们来看合牌，合牌44，没有特别大的改变。有一个翻牌的卡顺，那 Luda 在转牌没有相信麦凯斯，合牌要相信他吗？这个牌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不信麦凯斯有三。麦凯斯如果说这个牌面能够打出三强，这里 Luda甚至说考虑 A 的可能性会考虑的更少，因为其实以两个人的如果说有 A 的范围来讲，我觉得 Luda 会有一些更好的 A 在翻牌圈选择 check call 然后转牌中了。如果说麦凯斯 A 叉草滑的话，他那个叉他在翻前装备补齐，他可能那个叉并不大。
所以这里麦凯斯如果真的是 A 的话，打了两条街，他也要担心 Luda 有更好的 A。那我们来看 Luda。Yeah, take your time. Put those cards back in the box. He has to have a three. He doesn't. Does not have a three. 8-3 offsuit. Three deuce. Three. Yep. Pocket jacks. Every single time. Jack three offsuit. Nope. Pocket jacks. 卢达一直在读对手到底有没有三，根本就没有考虑这张 A。那最终卢达还是 fold 掉了圈圈，信了信了，到河牌信了。我们来看麦凯瑟，他要怎么秀牌。Oh, I don't know, Mike. 最后牌三塔在加位置拿到了 A 勾杂色，他加入到了300块。我对三塔之前打牌的样子记得不是特别清，就是之前他跟注进池多还是加注进池多？这个晚上他的加注频率很高。之前我只记得他是来送礼物的，那这个晚上不送了，今天我来收礼。那这条牌卢达在装备用90杂色还对着三塔发起进攻呢，卢达今天我就要弄三塔一把，谁也拦不住我，我必须得弄他一把，虽然说我的牌不好，但是我就要用位置跟他去打。那翻牌58勾三塔顶对顶踢，卢达两头摇，三塔又中了一手很大的牌，4600的底池，卢达第一枪打1700，三塔轻松跟住。来看转牌，卢达之前有过一次三连偷三塔，那一次三塔顶对没有给他。那现在转牌出了一张红桃四，三塔仍然是顶对顶踢，仍然是不会轻易被打掉的一种牌型，但是卢达就是要打。卢达头也是真铁呀，真硬啊，今天我不赢你一把就不行。卢达在转牌8000的底池打7000，三塔顶住顶踢没得选啊，你这么送我我没办法。那我们来看河牌，河牌出了一张 K 是卢达最后一次机会了，出了一个高张。卢达再来一枪，其实你也很难想明白啊，卢达这一枪到底他要代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，他在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，可能卢达自己都不知道。我就抡你了，反正就是牌面出高张，你怕不怕？在河牌22000的底池，卢达下注14000，有没有可能打掉三塔的勾？我不知道卢达把三塔放在什么位置上了，三塔就是勾吗？勾在河牌就一定会相信你有 K 吗？你有 K 的话，你是什么样的 K 呢？你拿什么样的 K？ 你前面两条街一直在抡河牌，还能再抡，或者说你就是 AA。我们来看三塔在河牌这14000。哦，这手牌也是三塔这个晚上应该是用时比较长的一次了。他上一次用时很长的那手牌是他的顶对 K 碰到了 Nick 在转牌的 set 9，结果一call还把 Nick 给call飞了。那我们来看这手牌，我看到之前有观众朋友说，第一集的时候 Luda 没怎么输，是因为 Luda 还没有教按摩，那现在按摩大姐也上岗了。Maybe it'll work. 哦，这一手牌 Luda 三枪终于把对手打飞了，他会秀 bluff 了吗？他并没有秀。